来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下昼食了有欢喜无？很好哈。啊，我叫你明仔载过来好唔好？好，下昼。有影在通讲，我跟你讲。咱这个电招吼，不是你定电招的啦。电招主要的原因就是讲。因为咱已经训练三年啊，在这三年内底，当然咱台湾人吼，台湾人头那讲好嘛是真好啦吼。啊，若讲这个也做无迄个团队精，迄个精神也咪讲拢壮，所以才会互美国甲咱讲吼，啊，你台湾民众已经生五个不孝子，啊，这拢直接学学了，啊，就处理，啊，就认为讲安尼捌足多。好、哦，有什么美国台湾政府啦，有什么大日本帝国臣民会啦，红十字会啦，旭日会啦，各一个咩什么物件拢弄过诶。啊，像这种诶代志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用简单诶头脑想到，会成吗？不会成呐、啊。我们跟美国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对口单位。你台湾2300万来滴。美国人，伊讲我要交政权承认，已经讲几啊摆啊。台湾唔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并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。伫这边，2002年10月20日，咱控告美国。我伫明天我会贴出一篇，就是在辩论以后我的感想，还有一辩论的重点。我也阁写伫网络顶管，所以最近呢，我连续三篇拢是写跟10月24日的迄个美国的官司有关的代志。当然内底有真侪是专门的术语，你不一定看有，但是我相信咱在座咱这同心、咱这同志，若认真去看，应该会看有。所以我要甲各位讲，咱即马受训，搁经过点招，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接掌政权。但是要接掌政权，你有把握无？那有把握举手。好、哦，那刚刚这几个看要哪接啦？啊，没有把握的举手。啊，那无举手的是什么意思？模棱两可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问题了。所以我有在跟咱的一挂干部，咱有在讲，我们要接掌政权，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人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但是你头壳哪个今日为止还未洗好清气的时阵呐，我们就会很危险。因为走几步走，我要主张台湾要独立，啊，就去了。所以美国一直不敢放心就将台湾来交予任何人。咱台湾，你别甲看，这尼啊济团体，政党也有，但政府干哪一个？台湾民政府。所以有的人想讲，我嘛来设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安尼我也可以分一杯羹。No， 绝对不可能。美国花了那么多的，牺牲了那么多的美国青年，打下了日本台湾，打败了日本天皇，主要目的是啥？就是希望讲亚洲地区能够稳定。但你也会记得，亚洲地区那不是日本人，不是咱这的人，含日本来合作。来打给美国人，打到密密麻麻。你也想看看，全世界，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打去到美国，有历史以来，只有日本人而已。日本人有一个事情，有一个精神真好，就是他们做事情很有果断能力，而且动作很快，在你还没出手伊会先出手。你啊看，即马中国
虽然伫东海地区划定飞航的管制区，刷落去我要伫南海划管制区，美国就先甲讲，南海不准你划，啊奇怪，啊是安奈东海他可以划，我想你拢看无啦。刷落去日本出来呛死啊，包括中国的报纸，啊甲一般日本内底报纸。即讲哦，美国的无欢喜，美国的反对，甚至讲美国反对安倍到靖国神社去参拜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看到报纸，但是我相信你看报纸，你看到无啥啥，因为佫过两天啊，美国的国务院出来讲，我们并没有反对安倍晋三去祭拜靖国神社。我甲各位讲，美国跟日本的谈判。在什么时阵开始明朗化？在二加二的会议。二加二是什么物件？就是美国的国务院、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，和日本的外务省和首相，这是二加二的会议。以这二加二的会议，以确保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将美日安保条约。继续有效，同时增加他们合作的力度。这是真正的重点，你拢看无？你刚才你看到讲哦，中国所讲的，即摆未输台湾人啦。看到这中国讲的，拢足惊，惊讲中国来打台湾。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中国绝对唔敢打入来台湾，绝对唔敢来打台湾。伊若要打入来台湾，伊会用所谓的。中华卡所谓的身份证，最近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伊的户口、户籍、户籍成本拢伫改，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？好好的物件你改啥？真简单啦，尤其是较平坦，他们企图要让台湾人变作日本，变作中国人。这种目的会达到吗？不会，绝对袂。我甲各位保证。所以，当我话你紧张的时阵，我有滴甲有关单位讲，有你们放心好了。日本在撤退台湾的时候，把所有台湾的整套资料原封不动的移到日本去了。你们怀疑哦？这个什么意思？好啦，这跟你无关的啦，有一个代志有关的啦。所有啊，以前是你的财产，所有的记录拢在日本拢有啦。安尼欢喜无？我小看问一下，日本时代你的祖先有财产叫没收的，请你举手。安尼娘娘，啊恁拢恁的祖先拢无四万块换一万块，换一块去哦？有啊。迄有无？迄不是财产哟？啊好啊，无啊，我拢免算啦。迄爱算阿免。爱神，再问一摆，恁在迄个时阵，我免问啊，拢有啦。我感觉吼，咱大家人吼，头脑拢实是，拢袂叮当呢。来，各位，我已有讲过呢。咱伫含咱所有的其他的台湾人讲，咱讲，因为林志升控告美国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啦，是咱啦。台湾民政府每一个人控告美国政府啦，对不对？安尼才对啦。你家己去告别人，你家己拢搞不清楚。啊，无你来受你创啥？你受上规波？啊，拢认为讲吼，啊，这拢别人的代志，是咱的代志，是你的代志，是我的代志，咱所有的人的代志，咱台湾人的代志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，咱今日以后回去，你逐天，我要求每天上届无闲，两天爱一摆，要上网去看，尤其最近的文章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。尤其咱看过美国的文章，我重新整理，搁再一摆大底网顶。你非看不可，安尼好冇？你唔能跟他讲好呢，
好的牙手，那不会巴肚疼我讲。哎、欸，这摆是真的哦。你们大概想讲你甲我骗哦，啊，拢袂晓听呢。真的一定要看呐、啊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当咱要接到政权，任何一个人，咱得派你去谈判。啊，你伫谈判的中间，你要讲得出东西，你袂当讲不出东西。你如果讲得出东西，人家才会服你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虽然咱有五个不好主。去创了创立其他的东西，我认为迄款是干那要骗钱两两啦。迄种意真正的用意啊，唔是伫遮，只有钱，一切都是金钱挂帅。你会去金钱买手啊未？买家去？真诶啊假诶？啊，卖讲真诶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来，我等下只有二十万，看过国做咧，啊，你买二十万来摕，你要来无？拢无爱，无爱举手。啊，两百万美金要摕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阁讲一摆哈，咱台湾人，尤其咱台湾民政府，会遮个同心，遮个同志，你个心头爱了定啦。所以谁那要点招？因为美国嘛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恁虽然是训练三千几个啊。嗯，啊，看看讲嗯诶，啊，连咪遐搏一下，遐连咪遐搁搏一下，啊，拢奇奇怪，拢是咧一撮啊，一撮啊，一撮啊。我讲哦，我讲阮电招互你看，你看咱今日即个电招诶场面，安尼水有水无？咱家己鼓励者。天气足冷诶呢，天气真冷，啊，有诶是含伊拉巴斯的包来。顶礼拜嘛是拢两只伊拉马斯安尼包来，这种的情形，真正坦白讲，你伫台湾所谓政治团体内底，你看不到了。今日呢，嘛有别个政治团体的人来甲咱参观，伊讲观摩啦，伊看拢惊着。吼、哦，安、啊、若看台湾民主有这款的场面啊，就是凯达格伦学校、李登辉学校也赶不上。不是他们赶不上，喊国民党也赶不上我们、啊、各位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真真正正是一个明日之星啦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明日之星是在座的各位，不是我啊，我再讲一摆哦，是在座的各位，是咱，对不对啊？咱今日就是这个所在。对所谓国际的局势啊，足清楚的，因为最近演变足大，非常的大，这个政局马上要变。咱虽然默默的三年多来，一直在训练，一定想办法要将这个数量扩充，直到我们扩充到一定的数字的时阵，再经过美国的帮忙，我们就能够把它质变，规个就给变过，不难。你看看。我跟你讲几个现象，你自己去观察。今年的农历初一，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，咱的头版都有登一个广告，还有广告都没什么东西，只有一个 logo， 就是台湾民政府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他不是好像要给你们看的、啊、你们过去都跟我说联合报没你买、啊、中国时报都没你买、啊、说一下都拿手都拿起来是怎样？不是啦，恁拢看免钱的啦，是咱中央给你的啦。这份给你虽然是咱给你，拜托你也给别人看啦，不是要给你看啦。给一挂人看的时阵哦，真简单啦。咱有董，咱的董新谈啊真好呢。伊先填联合报给伊看，伊甲讲吼，那联合报嘛无啥，那中国时报有订哦、喔，我才要相信。我讲好，你甲变回后边迄份中国时报。因为人家是中国时报是中国的，联合报也是中国的，但是现在要订报纸，还要订头版，而且我们都没有讲任何东西，刚才是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大家恭喜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风格。台湾的论述不是那么简单，你不可能在头版里面写得很清楚的，不用。咱前伫美国开记者会，伫日本祭拜靖国神社，
咱的祭拜敬神神社、靖国神社和安倍晋三开始改变。咱这边12月20号去日本的时阵，安倍为头到尾派伊的助理，伊的迄个助理就是咱大家相片内底看会到的。迄、那个很主席，我唔知伫咧这个所在你看会到无啦？来，迄、那个安倍先祭祭拜靖国神社迄张相有无？拄好伫咧大动作上任周年，迄、那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就是为头到尾，咱去拜靖国神社的时阵，拢对伫边啊。刷落去，咱去迄个皇宫的时阵，伫咧桥头嘛徛伫遐。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因为当时有跟咱讲，安倍晋三伊讲伫12月底会去祭拜靖国神社，跟咱通知。但是12月21号的时阵，伊并无去，一直到12月26号，伊去的时阵，伊是时间9点半，台北的时间是10点半，伊就跟咱通知。你知影？有去过靖国神社的人都知道，8月15号，所有日本人拢盖什么款？内裤带拢盖什么色的？乌色的。干那咱盖什么色的？银白色、银灰色，对不对？伊那是盖银灰色，安倍晋三。哦，这个豆饼，这个哦，你有看啊、哦？哦，咱在上豆饼迄、那个，这个人为咱伫靖国神社皇宫为头到尾拢对咱到底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并不是没有伙伴的，咱有很坚强的伙伴，含咱到底，啊，愿意含咱到底。伊讲要修宪，我相信今年内底宪法一定会给修改，修改以后，就是再一次的所谓的大政奉还。伫咱知个知影，日本的幕府将军迄个时阵。有一次，因是什么人来鼓吹大政奉还？就是，一个叫啥？伊29岁就去往暗杀去了。坂本龙马，伊鼓吹大政奉还，就是希望讲你将军卖个官啊，应该交予天皇直接来处理。真可惜，29岁就去用暗杀死掉了。但是因为伊的鼓吹，和日本天皇得到实权，所以才有提出这个明治维新。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的国力大增，伊是完全的西化。有一个代志，恁嘛知无？日本天皇甲伊的家族，听清楚啊！从来不穿和服，日本天皇不穿和服呢，天皇都穿啥？穿西装，这是很奇特的一件现象啊！各位，这就是伊要完全西化的决心啊！咱等下哩台湾人，这个头脑一定要重新更新，你要对咱家己本身有信心呢。你就是无信心，你才可以，你才会去哦、喔，要去设立什么面、什么洞啊、什么组织啊，你才会这个样子。其实，和美国的谈判内底有很多的事情，坦白讲，不是讲你上三天的初级班、三天的高级班，你就能够清楚。No， 你甲看，现主席，我的文章已经写到400多少？406。406，你一定感觉奇奇怪，啊，是要写到当时？我是希望写到我们执政那一天啊！啊，这是表示啥？台湾的地位非常的深啊，而且呢，错综复杂，要全部将台湾的地位彻底的了解，真的不是3天2天能够完成，而且你的资料。要够多。即马台湾真侪国际化的人，是安怎奈无法度彻底来了解台湾的地位？因为他的资料不够多。每一摆
敢那像迄个瞎子的摸象同款，我是摸过摸到迄个大象的肚子，我是摸到它肺，我当然摸到尾巴，我摸到伊头，所以大家人个人拢嘛无同款。但是我是感觉其中令人好笑的是自然演变说，台湾因为总统选举，因为实施民主制度。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各位，这句话，敢讲我今日骑脚踏车，明天自然演变为宾士车，有什么两样？但是，一般台湾人未晓想呢。啊，足侪人甲附和啊，自然演变啊。各位，你为这个所在，你就会当来了解，台湾人的脑筋啊，确确实实。要彻底改变、彻底改造，阿里公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自己，好吗？好。咱四天也很快就会到了。咱这边的点招，这是第五梯次，我们将一共会有16个梯次的点招。咱这16个梯次的点招，应该会有3000多名。但是咱今嘛呢，今日要过是国际班，今日国际班毛75名。咱来速度，而且这一次的点招非常好，拢中少年囡啊，你也看得出来。即卖呢，愈来愈侪少年囡啊，因为伫 Facebook、伫网络，因使用的非常好，所以因拢知影，因也开始讨论。你甲看一个真简单，南京大屠杀，咱的官网甲打出来。短短的10几天而已，6万多人起来看，包括日本人，包括中国人都起来看。咱打一批八国联军，不是叫做八国联军。八国联军其实那是啥？那是战争呢。你清朝给人宣战，人当然给你打。你给人宣战，人当然爱应战嘛。但是中国的历史，中国的课本给你写。八国联军是欺侮中国，那不是欺侮呢？那当中外国人死嘛真多呢，人要保护伊侨民啊，有什么不对？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我们台湾人，今日台湾政府已经光光明明的、正正确确的存在现在的这个地方。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。我们怎么样努力的方向，可以让我们台湾能够达成我们永永远远的台湾？阿你讲好唔好啊？好。我知影，有真侪人会讲，啊，台湾的地位是日俗美战，啊，国鬼面啊！我相信有真侪有很怀疑，用日俗美战。我知影有一挂人诶怀疑伫遮，伊讲日俗美战属日本天皇，按日本爱派中独，毋是中独，因为咱这是已经属于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天皇毋是派中独，派啥？敌苏啦，爱派敌苏，但是这个敌苏是啥物人选？台湾人选啊，所以只要台湾人自己选出来，啊，甲日本天皇报告，日本天皇就可以任命嘛。所以一点都不矛盾，但是实际上，现主席就这样和平条约，无爱和日本天皇搁在管台湾的代志。但是讲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伊的，所以变哪解决？干哪一个解决的方法呢？在1950年的时阵，联合国拄啊开始的时阵，还未开始的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的时阵，人都已经跟你决议讲，予伊后摆台湾会当来自治。这个主题是到落尾诶，因为联合国诶，迄个宪章内底73条，毋是76条 B 甲77条，76条 B 甲77条是叫做啥？主权。因为咱毋是殖民地，所以咱袂当主权。咱有头家，头家就是本天皇，所以咱爱主题，家己来管家己。啊，若是咱台湾现主席这种诶现状啊，要求大家拢要做头啦。要做头的，请你举手。无啊，啊无你来想我们怎？咱就是要做头，小头就好啊啦。
地方的首长啦，喊你好冇？较大声嘞，较细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给你拍手。我跟你讲吼，你唔通你即马卖多，你讲吼，即马我知影咱开始有人伫争位嘞，你免争啦。现主是4000个娘娘啦，后摆人迄、那个公务人员，差不多现主是的中华民国公务人员偌济？200,000。当然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要用200,000，咱可能切。无定是七十万，还是120,000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4000个伫迄120,000的内底，算少数呢。你免紧张，你爱紧张的是你本身的实力有没有办法来接掌那个位置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爱多多的看书，你即马啥物册拢免看。你先将迄个论述，台湾的法理论述，甲看好势，这上要紧。刷入去。你看这个以后，再根据你的专业，和你的州长多多联系。当然，即摆开始不是干那州长尔，咱的政治局委员长、事务局后摆这个部门会合并，也变成国务院。什么时候合并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一切听从美方指示，讲了美方指示，咱不是有看到报纸，唔是报纸啦，有看到网络。有一个叫做台湾，美国台湾政府有无？摕一本护照，哦，护照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这个网络的举手？安尼尔呢？有啊，我跟你讲，发行护照对不对？对。对的举手，不对的举手。袂歹，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你免他发护照。跟他讲要发行护照，我就讲我目睭去，我去假。刷入去，美国马上给他支持，都马上有一篇文章，你有看无？叶万辉迄批有啊？伊迄叶万辉是1999年，就是台湾关系法30周年的时阵，叶万辉就是迄当时前年的亚洲顾问，诶，迄篇文章寄来荷兰，甲咱讲，你做你甲讲，迄是假，果然是假的。果然是假的，你想看卖啊？连身份证都没有核准，那有可能有护照啊？哪边有护照？还是旅行证件？干到一个单位尔，迄个单位叫做台湾民政府，这么简单呐、啊？我们的身份证到处可以用，尤其在国外绝对可以用。12月20号。不是去日本吗？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同上课，咱这讲师有甲各位讲，你有听过无？摕身份证会当去换日币，甲换做台币有无？不是讲摕身份证去换钱啦，就证明啦，有无？但是摕中华民国要换会使无？袂使嘞，足明的啊！伫美国赶快一样的情形，所以。真欢喜，讲大家人回来点招，和各位搁再一摆见面。上无呢，大家互相的面啊，较袂去袂记，对不对？对外面有无同款无？啊，卡散哦，卡散。好啦，散结束啦，因为吼，他别讲吼，我4月25号发生迄代志吼，我无客气甲各位讲。我真正惊到，我靠！遐人惊死，因为利用台湾民众的名义，要去宣布台湾独立。要是我迄段迄个过程哦，我若甲你讲有多惊险哦，你拢不一定相信。但迄当阵拄好咱只只有高级班，初级班的款，高级班伫只哩受训。我迄真正一方面，袂当伫大家人面头前，互大家人看会出来讲我哩烦恼。但是这时下就赶紧走去房间，这时下就走去房间，拢伫听电话。美国也很紧张呢。迄个时阵，你用台湾民政府，特别是美国，甲宣布台湾独立，这种的情形啦，真正，互咱美国无去动遐记者来去参加的时阵哦，这个事情会闹得很大。还好，因为伫4月21号伫洛杉矶，伊就发生啊。
迄当时我嘛歹相信呢，因为要出的时阵，我也不知道呢，我嘛甲故意赶快蒙在鼓里呢。等到21号，伊伫洛杉矶记者会开了，美国马上点了乒乒乓乓的告伊啊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要宣布台湾独立啊？我无啊那有，你们把台湾民政府的名拿掉，我干不？你看你看，马上影片划款，刷你去日本机啊，共拔起来。当时我迄阵问，迄当阵的副主席，讲啊，你日本囡仔个北听，伊甲讲，啊都袂记得咋？我一个甲讲袂记得咋？美国马上搁一张相片出来，迄一个姓王的啊，将美国国旗夹在右边的柜栏卡，清清楚楚啊！姓蔡的将台湾民政的旗啊，嘛是赶快甲记起来，清清楚楚啦、啊。李立时阵，咱的前总理，伊讲啥？我才无爱和美国人牵鼻仔落去行咧，因为美国有准备一个稿子，要叫咱一个记者会来宣布。结果，伊回来以后否认呢，美国免否认，我给你看录音带。各位，什么叫 CIA？ 中央情报局呢？在现场老早所有的所在，拢总装上录音设备啊！所有在迄个所在一举一动清清楚楚。后尾啊，咱警处讲，你给我一摆。所以我们9月5号，搁再一摆派32个人去华盛顿 DC， 搁开一摆酒会，开一摆记者会。迄当阵坦白讲，要去开记者会，我就是在咧带你等的。哪个一摆？不是无机，不是我无机会，咱全台湾没有机会啦。还好，迄当阵咱只个干部，包括当然有32位，我要读袂煞啦。大家拢互相帮忙，互相监督，是不是演了好几个样本？万一若发生安怎的，顺便安怎处理？所幸9月5号我们很顺利的底下宣布，本来的4月25号应该宣布的文告，这个文告让美国整个行政政策来改变，下定决心在今年要回到台湾，也就是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所规定的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你有怀疑不？但是你虽然听到讲美国要回来，你免紧张。有人讲啊，美国回来，敢那无真无自由，敢那真无民主。各位，你和美国回来，甲和中国人回来，对一个较无自由，对一个较无尊严，中国人。但是你唔知啊，迄中国人因为面生啊，甲咱差不多啊，他们乌的啊。但你讲你台湾人是中国人啊，大家相信啊。所以咱只最近咱的网络还有一些文章要公布，一寡事实，拢用相片，互你看，互你知影68年来，中国人、中华民国伫咱台湾造了多少孽，把咱骗偌济，一路上骗。骗，各位，我们自己本身要觉醒。尤其台湾民进会行完，每一位都一样。你以后，你不管你是做人也好，你要有原则，丢的丢，唔丢的唔丢。特别是在台湾的位置上面，那个地位上面啊，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理想跟我们所认识的地位。我这样跟各位讲，很主席在全世界这个论述，我们的台湾地位的论述，绝对是100%，不是99.9%，是100%完全正确。我绝对敢用我的生命跟你担保，没有一点缺点。美国也是这样讲，所以美国跟咱讲。你现在只有2个字 Just wait， 只有等待。
因为咱做好啊，咱要等，等什么时阵？整个局势改变，安那改变？美国必须主导。过去六十八年来，美国做太多太多太多的错误。当然，那有甲过啊。那有个人就计较讲，啊，过来甲过。我甲你讲，唔是啊，简单呐、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啦。国家民宿，刚才这点你就对啊。你是要用什么甲过？你知影？美国的律师，美国的法律有规定呢。伊若随便甲你接受一个案件，没有法理上的根据，迄叫做无聊诉讼。那无聊诉讼，律师执照取消，唔是甲中华民国同款呢？中华民国这款的法律，坦白讲啊，实在是不敢恭维的，乌白骗，乌白告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过去有人咧讲，伫网络顶悬真侪人伫攻击你，你林志深，啊你拢不回应，所以即马国家骂嘛无要紧，无迄个代志。我刚甲各位正式讲，伫今日2月15号，搁在一礼拜内底，我在日本提出诉讼，我要告什么人？我要告《黄明日报》，告多田惠。这是日本人，因为伊引用台湾一挂很无聊的人伫骂我的话，迄种唔对的话，伊讲咱是邪教，伊讲咱是诈骗集团，太好了！我想来摆伫台湾提告，伊中华民国法律嘛，我甲提告，上届甲伊罚一个20万、30万，罚20万、30万，我了足侪时间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伫日本提告。要求赔偿3亿，律师甲我讲真欢喜。律师讲哦，今天我来给你当你的律师，伊稳赢的嘛。啊，但是伊讲我来抽10%。啊，所以佫讲，哎，我可以当你们的常年顾问，每一个月都给我一点顾问费。这日本人是足奇怪的。我拢甲答应，反正都有3亿嘛。反正迄钱我也无想要摕啊啦，我真正无想要摕。迄3亿啊，赔来，放喺日本做基金，叫替日本人，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啦，对不对啊？这3年来，日本人还阁在困，但是以今日来讲。开始有一部分开始去精神啊，他们开始醒过来了。讲几波过去拢唔敢讲，因战败嘛，大拢无去啊，拢唔敢讲。日本天皇有公告，会诏书，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，台湾人是已经变成日本人、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日本人唔知影，一直甲咱这个诏书甲 copy 互伊。大家在恍然大悟，我讲恁先卖欢喜。台湾人今日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是你日本国民的阿兄呢。本来咱是殖民地，我承认。迄当殖民地的时阵，日本帝国啦，迄当日本人是咱的大哥，歹势大哥见识下，即马生出来就是三弟。二哥变成大哥，三弟变成个小弟，没有错。所以我甲遐日本人讲，伊拢爱笑呢。但是各位，台湾人真害就是点哦，得到这个消息哦，开始伫日本人头前哦，操钱，你不要这样哈、啊。刚才秘书咱的车牌一个发，啊，有人就去警察头前改公然挑衅。各位，不要这样啦、啊。遐警察，人警察有安那甲咱讲呢？用将来有一天马主管，我们也是服从你台湾民政府啊！哎、欸，你免甲拍手呀！到今日为止，到今日为止，我们没有任何一张的罚单，因为咱的车把它开好咱，一张都无。当然，我有接到咱的同心讲，打电话秘书长。我即马去哦，警察抓落来啦！我是安怎？
因为我开车用咱的车牌啦。我讲你挂一张车牌，还是挂两张？乌的甲白拢挂吧，还是干那挂红的？干那挂红的呢？我讲，你甲警察讲，你甲开红单是应该，拜托你开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你没有遵照我们中央的指示嘛？迄个警察拢足清楚的呢。我你敢讲无？我你若卡好啊，你就爱讲。啊无，我甲你下起来。然后来我来讲，五分钟你要卡好啊。秘书长，我没有事呢。我现在无代志，因为警察甲我甲警察讲吼，我们秘书长说，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请你给我开罚单。警察甲讲哦，你知道错就好了。所以甲讲一句话，我出名，用拜托你跟你们秘书长讲。红牌跟白牌哈，哎，位置给颠倒好唔？你那个白牌挂伫头前，红牌哎，不是，哎，红牌挂伫头前，白牌挂伫后边嘛，对不对？你用甲变过来好唔？当然唔好啦。咱 USMA 的车牌当然较大，对不对啊？我讲这個，因为有真济真济的代志，我伫迄个上课拢有咧讲。今日因为是电招，我也不爱想济，想讲想济话了。但是今日恁每人拢有一本册，《台湾战争史的回顾》的第一册。我希望这本无偌高啦，恁爱看偌久？两个月看会完无？两个月看会完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三个月看会完的，举手。我跟你讲吼。有的人讲哦，我看三下就困去啊，袂使哈！你若要接政权了，我讲一摆，你要接政权，你不可以，你不绝对袂当无看哦。安尼好冇啊？各位，您看的时阵哦，甲掠迄个错字，就你错字，我错字，迄唔是我的错字啦。其实有阵迄电脑会走精去，哈、哦，所以这点呢，但是你拜托你甲掠迄个错字起来，啊，掠错字，咱再版的时候会当来更正，安尼好冇？今天呢，非常感谢各位，你回来点招，一点招你就可以放下一颗心。台湾民政府有你的地位，有你的位置。二月二十二号，郡守考试，我鼓励大家拢回来考，不管你几岁，你就是八十岁会当回来考，不是，但是八十岁可能考掉的机会较少啦。啊，但你免笑，二十岁嘛不一定会掉。爱插加一条，安尼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今麦下课啊，请把椅子靠嘞就会使了，不用把椅子收到桌上，把椅子靠上就可以了，谢谢。